你搬家하는거아니야야이불하고베개왜갖고가야저이거이거만아대만에서사면되지그거는이걸왜갖고간다그래얘진짜얘따이서뭐뭐속옷도필요하면거기서사고나니不带内裤，带是带，但是带几个？大概两个就好吧。그전에전날입은거빨아서딱화장실에딱말려놓고去台湾当兵吗？大家好，我是韩国导游 I am。大家好，我是韩国导游张信。我们今天拍影片的原因是我们下个星期去台湾嘛。啊，对对。所以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准备什么？예은하여경아一起去，他们来玩五天，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我的爸爸妈妈也要来台湾咯。大家好，我是妈妈。大家好，我是爸爸。我朋友也是，我爸爸妈妈也是，全部都是第一次来台湾的。한달이나있으려면은짐을뭘싸가야되나？这个也是很重要吧，所以我就提前准备了去台湾的时候要带的东西，我就写了一个目录。와이걸다갖고간다고 네딴지하는거아니야야 이불하고베개왜갖고가棉被야저이거月嘛아대만에서사면되지그거는이걸왜갖고간다그래얘진짜얘还有重要的是药感冒药啊止痛药啊胃药啊如果在台湾身体不舒服的话用台湾的药就好外国人去医院肯定很贵吧哎药就是可能简单药就好如果我送很大的病怎么办保险지혜는身体很健康이라서其实保险也是不用呀药也是不用呀大家如果大家也是来韩国길거리에서흙을퍼먹어도生病이안나지혜는내가알아怕万一大家去国外旅游，一定要加入那个叫平安保险吧。哦，然后还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带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衣服够吗？好像不够吧。11月还有12月的话，啊，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你真的想太多，在台湾买就好。我是衣服不用带那么多。那你带什么？你的 checklist 在哪里？我说，我脑子里面都有。问的，你带什么？那你穿这个衣服。哦，还有红色的，红色的衣服。你的校服。哦，我是韩国导游郑迅。我是韩国导游郑迅。그거하나갖고오고바지그냥입한두개챙겨가고그럼끝이지뭐속옷도필요하면거기서사고那你不带内裤？带是带，但是带几个？大概两个就好吧。그전에전날입은거빨아서딱화장실에딱말려놓고去台湾当兵吗아나 이거갖고와야지이거전제토전제토전제토는하나갖고와야지나이거하나갖고하면끝이야가서이런것도살거야这个是只有台湾的유니클로에有卖的와이거진짜아까워서내가입질못했어나이번에대만가면은台湾的라오퍼를딸라해야되겠다너좀변태같지않아아그런가너좀변태같다짠해자야야너너생각이변태같은거지나就给朋友们打电话问一下去台湾想吃什么想去哪里어예니예니어너대만가면은어먹고싶은게뭐야그대만갔던사람이딤섬얘기하는데일본이타워아일본이빌딩뭐거기에맛있는딤섬집있다는데딘타이펑그지몰라이름은그리고또뭐먹고싶은거있어평소에먹고싶었던거망고빙수망고빙수그유명하잖아어그유명하지나도가서먹었지그뭐가고싶은데는그거청등아그게다야오되게전형적인한국인코스다안가봤으니까因为韩国人去台湾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四个地方。夜市经济。夜市经济。就是1234。然后去夜市。士林夜市吗？士林夜市。